柔软的床，没有松歪腰的感觉，很有滑呀。称这是猪，可你看它哪一点像猪？除了肚子像猪，可是你又觉得它有点像马，你又觉得它不是马，因为只有脸是马。可是它又有犄角，这个犄角又是牛的犄角，可你又觉得它的蹄子有点像驴。到底它是什么呢？留给大家去评判。陛下的刀工不一般，这我能看出来。这你把腿挡上，它是一匹马；但是你把腿露出来，又感觉它是一只猪。它可能是一匹矮脚马，我懂了。原来陛下善于雕刻的是四不像啊！你们看啊，就是他啊，就你那个就是得有一个那种事儿的那种，对对对对对，不然我打你就很奇怪。哎，他不是万磨部那个灾星吗？是他，就是他，是他害死了雪狼王，调巧战祸，害死了我们的男人，我打死你！真打宝贝儿，你真打，你刚你第一下完全都已经。你就打吧，没事儿，妹妹。嗯、你们，我要打死你，一上手就完了。就不用重复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抓过大家特清楚。好，对对对，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杀了雪狼王，挑起了战祸，害死了我们的男人。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